揮手啦。咁咧就四個球員咧就一組嘅，咁咧A 組咧就冇特別規則嘅，咁但係 B 組咧就有一個規則嘅。B 組有兩個規則，第一個咧就係、如果你攞唔係長膠攞粒仔反擊發球咧，咁你反擊反就用長膠。第二個規則咧就係、你如果打的過程裏邊咧，你可以用唔係長膠打，咁就得反。咁第三反就發長膠，然之後又可以用兩打長膠，咁啊非常。咁之後咧，嗌翻組咧，等陣咧就做裁判嘅，咁自己就睇翻，要寫翻咧11-几嘅，要寫翻11-几分嘅，因為可能同分咧會要計細分嘅，所以11-几嗰啲要寫。咁咧就到時咧四個人就會打張台咁樣。咁有冇上次下次嘅？有啊，係啦。咁啊頭兩名咧就會出上線嘅，第三、第四咧就會出下線。全部都出線嘅，希望大家玩得盡，多謝大家。